走，点到为止。哎呦，好搞笑啊！他被 Q 晕了呀，他被猫咪 Q 晕了。我将会改变这个世界。还有这种好事情，巨好笑。这他们下路对线这已经玩不了了，这样子玩就已经玩不了了，都不知道他们下路要怎么对线。我回来了，救赎即将来临，跑出去看看你是什么材料。我不会让你倒下，驱除绝望，你应得救，下限未到。你们来下路把他们下路越了。啥意思啊，这哥们？现在我可以在尸体旁边打滚了。哈哈哈哈，缺了两滴 Q， 缺了两滴 Q 不来杀了。我的幸存是有目的的。闪哎！怎么说 ？OK， 他，我操，这波有点难受了。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对面下路在干嘛呀，感觉像没睡醒啊。不知道对面下路在干嘛，这很奇怪呀！也许总有一天他们会接受我的，但现在不需要。
我要吃线啊，哥，这个线我不想来。线，这个线我真要吃线，不能逼着我硬上吧，两波线，我要过去杀不到人，我不是烂掉了。要过去他们还走掉了，那我现在没吃我不是真烂掉了。我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来。上路被抓了一次，然后被单杀两次的鳄鱼打铁男，看手法吧，鳄鱼打铁男两次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，这身皮肤来自生命，再有本能反复磨砺。快两跌了呀！好像两跌的，确定再看。还被 Q 到了吗？啊，退他们下路不送啊，那怎么办了？已经开始不送了。对，对面下路学聪明了，就缩着了。不要这么玩，走上去要现在没有必要这样子玩呀。喂不饱野兽的话，你就是我是感觉完全不用这样打，这样上去打很伤。身上，与我一起狩猎。
要么打，要么跑。只是现在会退缩，该去找找新朋友了。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了。就好像也只有下路一条线的优势，但是装备可以带节奏的。OK， 很无脑，我直接往前种就行了。生存是我们都有的本能。哇，给他这么爽，很爽，让我去守他一波。干得漂亮。你要说那下路怎么办嘛？对啊，在他们的地盘上，那这样就只能这样，这样比较才舒服一点。吵起来吧！我们准备好了，他们会来。交闪了，交闪了，这玩意儿怎么办？这玩意儿，看不了，哥，真看不了他。这兄弟过来真没人能看他，真的现在真看不了他。你给我关进去，我打不过他呀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
的弱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虚空里的战斗。我们跳上去啥意思？跳进去是啥意思？看懂了。出个那个吧，搞个这个吧，三 AP， 一点 AP， 挺多的。随便打 W 一下，得到感觉，这个确实随便打 W。哎呀，哥们，你怎么不跳过来呀？我都觉得你要跳过来。